2020年6月19日，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疫情感染人数达到874万6703人，死亡46万1778人。当日新增感染17万6718人。美国因中国武汉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疫情感染人数达到229万6058人，染疫死亡12万1402人。当日新增感染32407人。来看最新消息，截至2020年6月19日，巴西感染人数突破100万，达到103万8568人，染疫死亡49090人，当日新增感染55209人。巴西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感染人数突破100万人的国家。